加拿大沃尔玛黑五折扣的第二波又来了。网上的热卖从11月15号晚上9点开始。这一波打折的亮点给大家看一下，26夸托超大的空气炸锅，黑五的价格仅99元，6.5英尺高的圣诞树都已经配有彩灯，黑五的价格89.98块。很多品牌的电视都有50到200元不等的折扣，购买指定的手机还有赠送沃尔玛的礼品卡。本期又增加了一些打折的儿童玩具，可以趁着打折为家中的小朋友准备圣诞礼物了。家居用品当中打折最吸引人的当属这个电压力锅， Instant Pot 这个6夸托7合1的电压力锅每一年都是热卖品之一。今年的黑五价格是68.88块，虽然没有去年黑五给力，但是也是不错的折扣了。 Cucina 的手动打蛋器黑五特价仅29.97块，这个价格还包含了一个食物粉碎机以及一个直立搅拌器。原价1000多的扫地机器人黑五特价599.98块，儿童智能手表半价折扣34.99块，西铁城可以潜水达200米的光动能手表黑五特价270.99块，苹果无线耳机第二代黑五价格129元。同上周比起来，这周黑五折扣涵盖面更广，实体店内的折扣要在11月16号开始。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盼望大家都有个愉快的购物体验。